宝岛美食新南向，近日在新加坡举办的台湾食品节，各式各样台湾美食陈列超市，吸引大批民众排队抢购。台湾的水果里面有我们的番石榴，还有葡萄，然后甚至于台湾的牛肉面、台湾的蔬菜饼干、台湾的红心的黄金甘薯，全部都在这边。我们看到新加坡的消费者对于台湾的产品非常的有兴趣，一车一车的在推。这项台湾美食节活动由新加坡最大连锁超市直总平价合作社举办，除了贩售各式农产和水果，国民美食牛肉面也成为一大卖点。台湾牛肉面是我的最爱。新加坡每年有超过43万人次造访台湾，许多消费者对台湾美食印象深刻。台湾美食节要让更多民众认识宝岛，大抢新南向商机。